您是家里唯一的儿子，但是好像至今还没有成家。我周围的人呢，离婚的很多，包括圈里的，特别是这几年。嗯，我这个人还属于要想结婚了，那就别离。嗯，我不管对方是干什么的，只要他两个人感觉很好，那就行。嗯，未来姚老师还有什么打算吗？今天离开之后，我要飞到新疆，要拍那个叫军医庄世华，新疆武警医院的一个院长，少将院长。我要从他上大学，军医学校，演到他这个退休。当代军医非常棒的一个人物。好，我们也期待着啊，在这个电视上啊，早日看到我们姚刚老师新的作品啊。刚刚啊，我们之前看照片是看到姚刚老师啊，这个多才多艺，有没有您这个现在比较新的一些歌？歌这一玩意我还真是不会唱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唱一个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吧。好，好，这歌献给我们的朋友们啊。我的心还在天边，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，草原茫茫，天地间，洁白的蒙古包洒落在河边。真的，您这歌一唱这么辽阔，一下我们就想到草原了啊！再次感谢我们的姚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。